在韩国都甚少出席公开活动的小爱和爸爸邱成斌，今次特登飞来香港提早和大家过圣诞，难怪吸引到大批 fans 来看这对可爱父女啦。不知道是不是 fans 们太热情呢，小爱的样子有点不知所措，不断左望右望，只不过 fan service 都照样做得劲足，虽然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没表情加没灵魂的挥手，但只要主角是小爱，相信大家都会觉得很可爱的。而精通日韩文的小爱还用广东话和大家打招呼。大家好。爸爸邱成芬说估不到会有这么多人来看他们，虽然现场100%都是个女的 fans， 但是都非常感谢各位。而第一次来香港的他就最想带喜欢食肉的小爱去试下地道的叉烧咁话。至于小爱热身完一轮之后已经慢慢适应环境，如入无人之境咁跪在地下玩车仔，做足勾嘴、反白眼、欲紧笑咁多个经典表情。在最后一个环节，小爱仲画咗幅抽象派大作，而幸运粉丝就成功拎走有两父女签名嘅画翻屋企，系咪好葡萄呢？其实冇签名都唔紧要啦，有小爱用超高分贝提早同你讲圣诞快乐，咪一样暖粒粒。